大家好，我是木匠。那现在文当呢在我旁边。文当です。今日もどうか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今天呢，我跟文当租车要去露营，真的超久没有露营了，所以超级期待。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去千叶县木根津的露营场。那今天也超幸运，天气超好，期待给大家看一下开车的文当。哇，我们文当开车很帅耶！谢谢。不客气。めっちゃ楽しみ。久々のキャンプだからね。来ました。来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何もない。見て、近くに観覧車あるの。ほら。哇，大家看我们现在停车的地方，就看得到他们超大的摩天轮。好大啊！好大。途中ね、ちょっと動画撮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海ホタルってところのパーキングがあったんですよ。そこね、めちゃめちゃ楽しくて。めちゃめちゃ今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てます。超可爱的啦！我看他开心，我也觉得超开心的。开心。那我们这一次预约的是有一点点小奢华露营，但是我们也没来过，所以不知道实际上会长怎样。見て、アウトレットパークの横歩いていけるよ。真的。那这个透明的半圆体就是我跟文当今天要住的房间。我们想说用这个透明的晚上可以看星空。どうぞ。ありがとう。中意外に広い風景あ、涼しい。他们这里竟然有冷气，哎，好凉哦！哇，涼しい。超凉的，超舒服。しかも見て、コンセントも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充電できる。像我跟文当这次住的这个两人床里面呢，就有8个插座。那简单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感觉。其实里面还蛮大的，从外面看会觉得它蛮小一颗的，可是进来之后呢，其实空间意外的很大。哪里？すごい。然后他们这个氛围呢也非常可爱，这里还可以开灯。现在呢因为比较亮，可能看不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床头，这里有个神秘的箱子，不知道里面装什么。哪里も入って。开动。副奖不是开动，是打开。打开。然后什么都没有。見て。什么？蚊が来ても大丈夫なように蚊取り線香置いてある。いいね。那刚才我有问他们的柜台说，我们这个房型的话，外面的人全部都看得到里面吗？然后柜台又说没有，他们有个小机关，我们让文大来弄弄看。对，只要拉上这个窗帘呢，晚上也可以享受两人世界。プライバシーも確保でされてるね。そう。まあこうやって夜観覧車綺麗なんだよきっと。今も夕日が綺麗だよ。那给大家看我跟文当这次带来了什么东西。我们这次带来的东西呢都装在这个大袋子里面，全部都是在乐天市场买的。打开这个袋子本身也是在乐天市场买的，里面的我们带来的东西也全部都是。我们带来一个提灯，还有煮饭用的台子，还有露营用的煮饭锅。那其他烤肉的食材呢，我们都是跟他们这里露营场地订的。初めてだよ本当にこういうの。いろいろ揃ってるからね、快適に過ごせ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楽しみにしてます。那因为我们这次帐篷呢是没有钥匙的，全部都是拉链式，所以离开的时候要记得把贵重物品都带在身上。好，大家，那我跟文当现在要开始烤肉了，氛围超好的，雰囲気めっちゃいい。然后大家看我们的后面还有摩天轮，我跟文当带来一个露营灯，很可爱耶，这黄色的光。これも楽天で買いました。なんか雰囲気良くない？めっちゃいいねこれ。しかもこれ元々のデザインがちょっとアンティークっぽいからさ、めっちゃおしゃれだなと思ったのよ。对，那我们刚才已经跟柜台拿了我们这一次跟他们订的食材 set， 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他们有棉花糖，还有饼干、爆米花哦，然后还有吃饭用的餐盘、酱料跟蔬菜，还有肉。那除我们跟他们买的这些呢，我跟文当刚才有自己去超市买一点小东西。まずね、シルベーヌ買いました。巧克力蛋糕。これね、俺昔から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でね。やっぱ甘いものといったら次はね、ちょっとしょっぱめのもの。ハッピーターン。ハッピーターン。这个ハッピーターン呢，吃起来跟我们的旺旺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これよくわかんないの。小宝宝米饼，这个我超爱吃的。文当说他没有吃过，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吧？米饼超好吃的。次はね、水。对，我们两个还买了水，想说有水的话蛮万用的，可以喝又可以拿来洗东西。次，カルピス。啊，果然来这种地方就是要喝可尔必斯哈。飲んでくるみたい。那我们想说饭呢，应该是要花最多时间的，先来煮饭。那这个煮饭台跟煮饭锅，我们两个也都是在乐天买的。
真的超棒，乐天什么东西都有，很好买。那我自己有另外带米来，米是福岛县非常非常有名的米，每次在这种需要组装的时候，就觉得家里有文当真是太好了。この中に炭入れて網網になってるんで、風が入ってちゃんとね火が起こされるわけですよ。おしゃれじゃない？おしゃれおしゃれ。これだけでおしゃれだ。没有，我们文当可爱啊。しかもなんかちっちゃいからさ、どこでも置ける雰囲気もあっていいね。那个时候呢，我在他们乐天市场网站上面逛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一款灯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时尚。从很多款灯之后选了这一款，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们文当努力了一个小时，终于起火了，太感人了。やっと火が焚けましたよ。哇，画面透视，火きれいだね。本当？あそこで起きた炭はこっち持ってきた。嗯。もうこれでこっちもいける。ご飯炊けるね。ご飯炊こう。えい。夫家，你看，我把它排得很整齐。啊，那个，きれいにできてるね。さすが YouTuber やな。哇，好开心哦！夫家，見て、観覧車。哇，きれい、レインボー。我马上放个油脂最多的。果然，油滴下去之后，火就烧得越来越旺了。那我们来打开饭看有没有成功。夫家，嗨。哇！哇，できてるじゃん。まあ、硬く見えるけど、でもさっきちょっと触ったら柔らかかった。食べてみて。嗯，ちょっと硬い。まあでも食べれる。食べれる、は食べれる。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美味しいじゃん。好啦，刚才文当还说一定会失败，我们成功了吧？我们现在文当奋力来继续烤肉跟烤香肠，香肠是刚才他去买的。ウィンナーちゃんもいけてるね。いいね。やっぱりキャンプといったらバーベキューだね。そうだね。ちょっとズズズの音した。ズズズ。对，吃过锅啊，ズズズズズ。で、ウィンナーちゃんももう食べれるよ。ウィンナーちゃん食べよう。食べよう。OK。僕はウィンナーちゃん。ウィンナーちゃんは肉じゃ。あ、うまい。うまい。うん。ご飯も美味しい。炒めるより全然美味しい。うわ。なんかバカにした。待って、ウィンナーめっちゃうまいんだけど。めっちゃうまいね。ちょっともう焼いとこう。哇，香肠超好吃，好脆哦！它的 Happy 蛋丸美味しいかな？うま。うま。好吃啊！うま。めっちゃ食べてるね、俺とルージャンですね。めっちゃ美味しい。開けてあげる。動画の時だけですよ、こんな優しいのは。そんなことないよ。自分的言わないでよ。那我跟文当呢，现在来他们露营地附近的钱汤来洗澡。なんかいいね、こんな感じ。いいね、久々な気がする。哇，这里感觉意外的不是普通的澡堂，还蛮厉害的。大家，我们已经洗完澡出来了，超舒服。気持ちよかったな。它那个不是普通的澡堂，是像我们之前去的那种比较大型的澡堂，那里面呢有非常多休息区，有漫画，还有餐厅。而且我觉得他们餐厅很酷，是他们还有卖一些小的冻饭，就是如果说你泡完汤不想吃太多的话，还有那种小的冻饭可以吃，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然后他们休息室那边全部都是漫画，要不是没什么时间的话，真的超想躺在那里看漫画的。炭酸泉が一番好きで。炭酸泉気持ちよかった。細かいね、泡がめっちゃ出ててね、気持ちよかった。まあでもね、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そうなんでね。買ってみました。これ380円です。我跟文当今天的感想就是，果然有车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泡了一个澡超舒服的。今日ね、いい一日だった。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画面那个白白的亮点？那个是星星哦，超亮的。我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满片的星空，但是只有那颗特别亮，所以只有它照得出来。我们文当找到一只壁虎，好兴奋。哎，这味道。你最吵，还叫我虚。晚安，拜拜，拜拜。大家早安。哇，今天早上天气超好，好凉哦。雲一つない青空。本当だ、雲ないね。すごい気持ちいい。我们两个昨天睡的这个，其实他的床还蛮好睡，只是我觉得这一家露营场地蛮可惜的，就是他们只提供一条非常非常薄的毛毯，所以晚上睡觉都是有点太冷。那我们两个已经整理好了，大家看我们整理得很干净。昨天の夜のうちに片付けといたんですよ。其实我跟文丹每次都会拖到隔天，所以昨天对我们两个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那大家看我们这次带来的收纳袋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把没有用完的东西，还有吃剩的东西都放进来，想说一起带回家。这个收纳袋还有我们昨天拿的。
的这个提灯呢，全部都是同一个牌子。那再给大家看一次我们两个可爱的帐篷。那我们两个这次露营带的东西呢，全部都是在日本的乐天市场买的，真的非常感谢乐天市场这次也跟我们两个合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因为我跟文当平常买东西真的几乎全部都会在乐天市场上面买，乐天市场真的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又可以折抵点数，真的觉得很划算。楽天はポイントがつくんですよね。そのポイントがなんか積もりに積もって意外とね5000ポイントとか意外に溜まってることがあってすごい嬉しいんですよね。对，文当以前是完全不管点数的，然后我就跟文当说，你怎么可以不管点数呢？就一直疯狂的拉拢文当跟我一起买乐天，他现在都会跟我一起买乐天。虽然我们两个非常爱用，但是可能也有观众不知道怎么使用日本的乐天，也不知道日本的乐天是什么，那这里就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乐天。日本乐天市场是日本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拥有上千万件日本商品品牌进驻。日本乐天和台湾乐天是同一个集团，但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购物平台。日本乐天拥有超过50000家日本在地店家，主打多样化日本商品，而台湾乐天点数可以转换成日本乐天点数当日元使用。虽然有部分的店铺可以直送台湾，但是也有部分是需要使用转运服务把包裹寄到台湾的。大家只要注册成为乐天的会员，就可以使用同个账号来登入日本乐天的官方转运服务 Rakuten Global Express 来购物。收件地址填入转运公司日本仓库地址，商品送达仓库之后合并包裹，还有办理转运就可以马上收货。那除了日本乐天的官方转运之外，还有不少的转运公司，大家可以比较看看，选择对自己来说比较合适的服务哦。那现在日本的乐天有在举办购物马拉松的活动，除了额外回馈的点数之外呢，还有非常多款指定店铺的优惠券，那最高的折扣还有到50% off， 真的非常划算。那详细的资讯呢，我都写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跟文当现在已经离开露营场，要来逛附近的木根金 Outlet。Outlet。哎，何買いたいですか？いや、今日は特に買いたいものなくてショッピングしに来たの。ルートです。你是不是小天使？那这里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两个要去逛街了，谢啦！今天也看我们的影片，大家再见，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気分で。